好，所以你每天都会来陪我出去？不是每天，常找我出去。要重新。菲菲跟我最要好了，可是他一天到晚都黏着雅丽，我才不想要当人家爹。雅丽黏着他。从头吗？对，就是没得跳。3、2、1，这家蛋糕真的很好吃，是不是？来，很好吃，吃住来。我觉得你的还好。我喜欢你的。那下次我们都蛮可以的。来打。没关系的，那就是。常常。谢谢。好，谢谢。你为什么选？随便你啊，你想选谁就选谁。我觉得向凯怎么样？向凯怎么样？你们接触过吗？向凯，他喜欢男生哎。看不出来耶。对呀。有一部分的他是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，没有，重点是雅丽，他自从那一次赛车大赛之后，他对雅丽的吻就难以忘怀。这个喂，这个逼，然后默默在电视上开始犯泪，徐若琪，我恨你。你等一下啦，你能困得啦，困得啦。要代表号码好吗？不会。不会吧？哎，那然后对方在哪里？真的？哎，那里，已经在那里了。你也有米兰昆德拉的书啊？那你有看过他那一本《生命不可承受的之轻》吗？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。之轻，那本我家有，下次借给你。好啊，谢谢。哎呦，等一下。我要说没有，他说我有听过，啊，我有听过，好 ，sorry。来，我们再一个，好来，还再一个，哦，魔咒，啊，米兰昆德拉到底是谁？米兰昆德拉，出来面对，面对。好吃吗？你做的当然好吃啊，嘴巴这么甜，我要吃。正式来哦，正式。对不起，因为他刚假吃了一口，我以为是假的，然后剧本放这，我真的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是谁啊？一个失忆了。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我有奇怪，想要在跟你玩什么？我以为他要这样，哎，你问不到我。从头。从头正式录。我要吃。超蠢。
这边嘛，快点。再吃一个。都给你吃啊。嗯。其实还没讲完，他故意要塞到我嘴巴。这是小甜饼，好不好？但是我觉得这样比较甜。哎，你不知道。不要，我看慢了。再抢回来，然后又笑，哈哈。你不觉得跟你长得像吗？再来这一管，还有一只这个，看一下嘛，看一下。你跟个鬼，然后你后面像你哦，卸妆之后，卸妆。啊，看鬼片。算了算了，我觉得不要看鬼片，我会被你吓到。我们这个喜剧片好了，那，你是笑的啦，从很大什么会是鬼片？妈妈你干嘛？不会折一个。一个我们三个互看。我来看。好，这边对戏有点就是。但是墙壁那个艺术相当。要不你可以点，然后我啦，叫我，然后我亲，然后你亲我。妹妹，你不能这样跑掉，你这样跑掉后面会没办法拍。晚安。晚安。晚安。你就照走，你发觉有雨的时候你，好，然后帽子盖起来，然后冷走掉哈。这场的表现方式就是孤单寂寞觉得冷就好。啊，好，是有雨的时候才要戴帽子。对，有雨的时候才要戴帽子。倒语无伦次，很冷。今天再总是要还的感觉，好像没有淋过雨又对不起浩哥。不尬的，今天几度？为什么每次我们要拍这种戏都寒流，然后拍车祸戏就下雨？三公里。张子豪带大吗？带大了。打水。太大的了。太大了。啥？你来。来看。细微的眼泪。还在弄，还在弄，好，好冰哦。来看，你应该有点操纵性的高速，然后。Oh,